出来拍。注意哈，你很娇娇哈。那个靠近，泰雅族哈，两个都是学弟，一个是复兴商工的，你什么科？哦，我是学长，我第二届的，第二届最后一名最后一名差点退学，有毕业。你是几年级？我是都高三。哦，高三哈，那你是哪一间学校？官方高中啊，旁边。还有国中部吗？有，还有。我是国中部的大学长。那个以前还，我们以前那边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有万方捷运站，就是草坪。哦，好，这样靠近的头抓比较大哈。好，那个你们啊，你们还不能投票哈。投票。哦，那你们两个是国中同学吗？嗯。国中念哪一间？一样，万方。啊，那你也是我学弟啊，念双学弟的。万方国中又加复兴美工。好，那大学要念哪里？大学去国外。来，英文给我两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, aloha, hi, tiger. 我喜欢艺术，设计怎么讲 ？I like arts. 设计怎么讲 ？Design and design.、啊、那我要出国读书。而且你也做没有关系，会怎样讲？你要说碰到外国人是比手画脚。不是啊，I'm going out and yeah. 你是妈妈还是爸爸是外国人？我爸是美国人。哦，美国人，妈妈是？妈妈台湾人。闽南客家外省。啊？妈妈是闽南客家外省还是？不是啊，她就是台湾人。就是。你祖籍是闽南吗？还是客家？还是外省？还是原住民？这我不确定。哦，好，那等一下啊、哦。那你是哪里的太阳？那个复兴的梅花村。好、哦，爸妈都太雅族吗？没有，妈妈而已。爸爸呢？爸爸是塞夏。哦，塞夏。嗯。五峰乡大爱村吗？爸爸那边我不知道。哦，好，那你有没有在学太雅语？还是或者是在下雨，我没有，但我会一到十。哦，一到十，太阳还是在下？太阳。好，来一下。五度，沙令，九干，八叶，八干，德佑，一度 SPA， 铁路跑步。那有没有去参加过矮灵祭？没有。那个矮灵祭，那个运动很适合男生。哦。什么动作？他们怎么摆？左右摆还是前后摆？我不知道。前后摆对老婆是蛮幸福的啊、哦。他们是前后摇摆。好，没有看过赛夏季的没，没有看过影片吗？没有。那你都没有去，没有参加过一次、哦？完全。泰雅的也没有。泰雅也没有。那你都不会想去看一下？嗯，还好。里面很多美女呢，泰雅族徐若瑄就是泰雅族的，很多美女，哦、很漂亮。你看。泰雅族很多很漂亮哦，但是不要碰到那个女酒鬼啊、哦！这乌来是很多女酒鬼，我直接骂太多了，因为他们上次侮辱我好几次，我下次去浏览一下我影片，俩公，我这个脚就被泰雅族打断三根骨头啊！桃园复兴乡拉拉山给我打断三根骨头，现在在提告，六个打我手机砸毁。好，那个来一下，那你会不会想把泰雅语学好？有吗？如果有机会会吧。不难啊，你说放假去玩，去五峰坚持玩，现在不是有 T-Pass 对啊，然后带手机录影机拍一拍，有时候可以 FB 交流嘛，搞不好就找到老婆了。有的蛮贤惠漂亮的哦，胸围也蛮丰富的哈、哦、我没有用不当的词啊。那个你以后要念哪间大学？还在看，我要去念那个社区大学。什么？社区大学？我先去那边读完，然后想办法转。社区大学？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是空中大学吗？就是因为我在现在没有那边没有成绩啊，我要有 GPA， 所以我在那边先读个一年，然后。你就是在国外的社区大学？对啊。然后顺便读语言学校。不是，就是社区大学，我要把我那个 GPA 就学分先读好，然后再想办法转去华远大学。哦，那会不会多念几年呢？看我要读多久啊。哦，那学费可不贵。我有美国护照，所以还行。那你为什么不在台湾把英文学好？
因为去那边学比较快。你是钱太多吗？啊，还好，不会啊。还是到国外都要讲中文，很多那个两三年留学回来，还是不会英文。他们会啊，我就是其实去那边跟他们沟通，我英文就会学更快。你去他跟你唠英文，就是你不会讲英文。好，要加油啊！我可以啊，可以。这个耳洞是什么时候打的？耳洞去年啊，两年前。为什么要打耳洞？好玩啊。那有没有打牛的鼻洞？没有，那个先生。这边也是吗？对、啊。那有没有刺青？还没。还是有其他的洞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有些会打，男生会打那个乳环。我现在只有打耳洞。舌环。还有那个小 S 自己这边那个脸颊的那个皮环哦，嗯，就是他那个好像那个皮肉拉破。哦，那换你，那以后要念什么大学？北师大吧，或戏曲，戏曲学院。我是练那个的特技。特技啊？嗯、哪一种特技？扯铃啊，空翻啊。扯铃？你会扯铃吗？嗯。哦，那国小就在学这个。嗯、那有在做街头艺人吗？目前没有，之后会。你们可以去啊，然后他在旁边打赏啊，他在旁边卖点就好了。对，可以。你们两个有没有平常有没有自己拍一点抖音放网络？没有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你说想念戏曲学校？嗯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那你怎么不会想走演艺圈？你是脑袋有洞的。对，我不知道，没想过啊。你那个就是表演，不是？台湾有机会啊，那个机会是给有企图心的人。蔡依林读哪间高中知道吗？蔡依林，读景美的景美女中，她是景美女中毕业的，也是自己去参加歌唱比赛。但是后面中间也有经纪约有出问题，后来又咸鱼翻身嘛，就一直努力往上爬。两个颜值都不错，可以试试看啊。像那个潘玮柏，他们以前都是 APC 回来的，后来就 rap 很厉害。会不会唱歌 B-box rap？ 会。哦，那你现在在万方高中，那你那个有社团吗？还是平常自己练而已？我自己练的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读那个戏曲学校？不是有专科？有啊。那不是从高中念，他就是高中开始念吗？对，但想说大学再去啊。哦，就前面没有。他这个戏，这个台北体大体那个北体不是也有吗？什么舞动戏啦，传统特技，传统。他不是。戏啦，他是应该是他算是戏队，他不是真的一个戏，传统技艺这样子。嗯，好，那你们来介绍一下手机干。交易还给你，这是你危险的东西，我们交易还给你，我不让砍。然后现在已经是侦查手段了，麻烦你不要拍摄。他刚刚还我，你麻烦你不要拍摄。做什么的？今天是12月29号，礼拜五早上7点，礼拜五早上7点半多哈。好，看一下，这边是中和四号公园，中和四号公园哈，这是823纪念公园，这边有 Ubike， 啊，这是广告帆布，不要的广告帆布哈，先把它打开。好，那吴大师比是，啊，这里面这个是军用宝毯。好，最后一层是这个，这个是瑜伽垫，啊，瑜伽垫哈，啊，没有了，看一下，就这样，军用那个广告帆布、军用宝毯跟瑜伽垫，啊，欢迎那个复兴商工的学弟学妹的家长，亲朋好友能够赞助资助五大十 BB， 啊，现在在那个国立台湾图书馆，国立台湾图书馆就是中和四号公园823纪念公园哈。就是昨天一个四川妈妈啊，姓黄的小姐在图书馆捐赠给我5SBB的箱子，那个行李箱，啊，这我的行李哈，就这样，就这些而已，没有了。那记得每个都要学一下哈 ，BB 好吃 ，BB 夹紧 ，BB 很松 ，BB 很深 ，BB 很嫩，哦，然后还有其他 BB 哈。